你相信所谓的命运吗？我必须要制造那个钻井船的理由。我想用双手建造出整艘船。你愿意跟我一起追求梦想吗？那梦想我会跟你一起完成的。三个年轻人打破父辈的恩怨情仇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海洋之梦。12月1日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五月的情海》。